今年我用尽全力，义无反顾拼一切。哇！1月13号总统立委选举投开票日，网红艾丽莎莎当晚在 IG 限动，并发出多则质疑坐票的影片，引发不小的争议。而不止艾丽莎莎，馆长陈之翰跟比特王都是表态力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网红，网红效应是福是祸，至今难以论断。柯文哲与网红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当时的世大运。为了宣传活动，他在担任台北市长时就曾与多名网红合作拍片。虽说这些人能带来流量，但只要他们出现争议，最后伤害到的都会是邀请合作的政党或是政治人物的形象。换言之，网红带来的效益究竟是好是坏，恐怕说不准。对此，一名民众党内人士也表示，内部都在烧了，外面怎么还能顾及？因为光是要协调内部大咖，以及避免他们透过媒体放话狂打自己人，就已经很棘手。也因此，日后政治人物在选择形象鲜明的网红，以及操作议题上时，还得更加小心才行。